欢，我要同款路飞肉。老板，这么萌的小熊你是怎么做的？味道一级棒。老板，来份水果的关东煮。这好吃又能玩的果冻你是怎么做的？这么可爱，我一口能吃十个。想吃鸡朱古力搭配甜甜碗碗麦燕麦雪好酸奶杏花麦的鲜鱼搭配吃起来都是高棒脆味道。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做四面上放一块芝士阿拉蕾，棉花糖撒排排做棉花阿拉蕾，烤箱中火烤一烤，然后取出撒上可可的曲点缀。记得按时吃饭，夏天胃口不好，那么来做这一大拌面，它不仅卖相很好，它还非常的开胃。什么小米辣芝麻，再有盖上辣椒面，香醋生抽盐，雪梨尖椒咸味。黄瓜要切丝，摆盘一二三四五，泡面沸水煮，炒出后酱汁混，花生下锅炒，久久粒粒煮好，千万不要全炒好，碗中倒。想这样证明好。
长得半路不正。